Hey ChatGPT, I'm here with my coworker today. Um, we'd like you to act as our translator for us. So every time I say something in English, can you repeat it back in Spanish? And every time he says something in Spanish, can you repeat it back in English? Sure, I can do that. Let's get this translation train rolling. Um, hey, how's it been going? Have you been up to anything interesting recently? Um, hola, ¿cómo te ha ido? ¿Has hecho algo interesante últimamente? Hola, bien. Uh, sí, un poco ocupado aquí preparando un evento para la semana que viene. Hey, I've been good. Just a bit busy here preparing for an event next week. Can you tell me anything about it? That sounds really interesting. ¿Me puedes contar algo sobre eso? Suena realmente interesante. Uh, no, no puedo decir mucho, pero creo que el resto del mundo lo verá dentro de poco. I can't say much, but I think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see it soon enough. Oh well, I can't wait to see what it is as well. 大家好，今天呢，狗哥呢是主要跟大家聊这个中美两国呀 AI 人工智能竞争这方面最新的重大的突破。首先说这个美国的情况，然后呢再说中国。狗哥呢先说一句啊，美中这两个国家在 AI 这个领域的发展呢，现在呢是都出现了这个很炸裂。 很让人感觉到震撼的这个情况，只是这两个国家他们发展的这个方向呢是完全不一样啊，是走在这个完全不同的路上。首先说美国，它这方面最新的震撼性的进展呢，还是来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美国公司 Open AI，它的一个主要的产品 Chat GPT，在美国时间呢昨天，Open AI 它呢是发布了 Chat GPT 的最新一代的模型，叫 GPT-4o。 那关注这方面发展情况的网友们都会知道，在之前 OpenAI 它的这个最新一代的模型呢是 GPT 的 four，昨天是发了最新的一代 GPT 的 four o，它这个名字里边加上一个 o，意思呢就是全能全面的意思。那从这儿大家呢就可以猜到它这个新模型会有的颠覆性的意义。影片开头的小视频是 OpenAI 它发的这个新模型的一个应用的场景。 对这个，大家呢都能够看明白啊。这个呢是实时的语音翻译，两个人用不同的语言进行对话、进行谈话。那 GPT for O 这个 AI 的助理呢，它就能够进行这个不同语言之间的实时的相互的翻译，而且呢，它翻译的这个速度呢是非常快，语言效果呢也是非常准、非常的自然。从它这个展示的效果来看。 这个呢，跟这个旁边做一个真人做一个活人翻译，这个几乎呢是没有区别了啊。可能这个 A I 它翻译的效果呢还会更好。所以呢，这个应用马上呢就会让很多人呢感到震撼和感慨啊，说活人的语言翻译这个职业，那现在来看啊，是真的要完了。 估计现在呢，还会有更多的网友呢，会感觉非常炸裂，也会感到呢非常开心啊！说以后呢，我们大家呢，可以呢，不用再去这个苦了吧唧的学外语了。以后呢，即便是不会外语，那通过这种 AI 助理的翻译功能，我们呢，也完全可以跟这个不同语言的人呢，去对话，去平滑的交流啊！以后呢，真的就可以做到走遍天下都不怕。 对这个认知，狗哥自己呢是有一点点啊小小的不同的看法。狗哥自己呢，当然呢也认为，在以后可以说呢，从现在已经开始，不同语言的人因为这种语言不通产生的沟通方面的障碍，因为像 ChatGPT 这样的 AI 人工智能的超快速的发展，这方面的主要障碍可以说呢已经是不存在了。在以后不同语言的人。 主要的这个沟通方式呢，很可能呢就会通过 AI 助理这样去进行这个顺畅的沟通啊，这个呢是可以肯定，在现在还有将来的这个发展的趋势。但是呢，这个呢也并不意味着这个学外语这个呢就可以完全放弃了。特别呢是这个学英语、认真学外语的网友们肯定呢都会认可，学语言它其实呢学的不仅仅是一些个单词、一些个句子、一些个说话表达方式。 在学外语的过程中，其实呢也是在深入的了解，在学习对方的这个思维方式，在学习和了解对方的这个逻辑。那在学一门外语的过程中，这方面的收获，AI 人工智能工具是很难会提供给你，因为这方面它的很多东西你得到都是通过这个潜移默化你才能得到。所以呢，狗哥的看法啊，就是尽管在这个语言翻译的这个应用使用这方面，现在还有将来。 AI 工具、AI 助理都可以做到非常有效的解决问题，但是呢，大家呢，说如果是有时间，如果有兴趣，还是应该呢认真的去学一门外语，特别呢是学英语。狗哥认为呢，你如果说看到现在这个 AI 翻译的飞速发展，那现在呢就去完全放弃学英语，这个呢真的是很可惜啊，特别呢是对于这个一些超级年轻的网友们来说。 在这儿，狗哥呢是先多说了几句关于这个 AI 翻译助理和学外语之间的关系，狗哥自己有的这个小小的见解。OpenAI 它新发布的这个 GPT 的模型，它的实际应用呢远不止这个外语的实时翻译这方面，它的实际应用的展示呢还有很多。感兴趣的网友们，大家呢都可以亲自去它的官网去看一下啊。狗哥呢概括总结一下，为什么说 OpenAI 它新发布的这个模型，它是一个。 炸裂性的，它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意义。主要呢是有两点，第一，它现在作为这个 AI 助理，它的反应速度是极快啊，它的这个响应速度已经是跟这个正常的人类啊，跟这个真人之间这个对话的响应时间呢是差不多了。这个呢是第一点。第二点，它不仅是在这个快速响应，在这个。 平滑流畅这方面已经做了跟真人差不多了，而且呢，它新一代的这个模型，这个 AI 助理，它还能够识别跟这个真人在交谈过程中真人的情感，然后呢，它呢会根据这些情感做出这个相应的响应。这两点结合起来，其实呢，就一句话可以去概括，就是 OpenAI 它新发布的这个模型 GPT 的 f o 它可以说呢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 真人沟通的这种效果，这个呢就是它这个新一代模型它的炸裂和颠覆性的一个进展。之前大家呢肯定也都是或多或少呢都体验过各种所谓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助理，像苹果的这个 Siri，还有中国卡里边的各种所谓的这个 AI 助理产品。但是那些个东西啊，无一例外，你跟他们的这个对话，你跟他们的沟通，他们这个表现啊，无一例外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机器的效果。 都是比较生硬，都是比较假。当然了，有很多的表现呢，还是这个非常的弱智啊。这个呢是之前所有的这个所谓的 AI 人工智能助理他们的情况。OpenAI 它新发布的这个 GPT 的 f o 它的这个应用的效果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呢肯定从影片开头的那个实时外语翻译的那个展示，已经能够对这一点呢感受的是比较明显。 如果大家去它的官网看更多展示的例子，那这方面感受呢，肯定呢会更明显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它现在这个新的模型，真的就是有一种极端接近真人沟通的效果。这个呢，就是它这个新一代模型啊，它的炸裂，它的颠覆性的一个进展。对 AI 人工智能这一块，狗哥自己呢也是一直呢是在密切的关注啊，狗哥那也经常想，就是怎么在这个自个儿的这个频道里边。 在自己的这个内容创作里边，怎么去实际应用这些个 AI 人工智能、这些个模型工具？这方面，如果说有懂行的网友们，大家呢都可以给狗哥呢提供一些建议，在影片下面留言，或者说呢给狗哥发 email 都可以。大家呢可以一块儿探讨和交流啊！大家呢一起在这个风口上去飞。大家来看一下美国 AI 它这方面的这个最新的进展是怎么震动中国最重要的国师胡锡进的。 胡锡进在今天发微博说：“虽然他老胡呢还没法亲自去体验美国的这个新模型，但是呢，听说这个呢标志着人工智能全感知时代的到来。”胡锡进在这儿又去建议中国的各界必须呢要紧紧盯住美国在人工智能研究的每一个进展。他说呢：“虽然中国呢在这个 AI 的启动这方面落后于美国，但是中国呢只要咬住美国最先进的东西。” 中国呢就能在这个应用的广阔领域跟美国呢有一拼。他说呢，过去很多年中国呢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互联网技术创新大多呢都是美国的，但是呢中国的应用在很多领域呢都能够反超美国。胡锡进他这段话里边最精华的一个词就是“紧紧咬住”啊，他建议中国呢是要紧紧咬住美国的每一个先进的进展，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胡锡进呢，他呢是一条叼盘狗。这么说他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冤枉他，对不对？老胡他真的就是咬各种东西呢，咬习惯了。在墙里边，他呢是自古以来都要去紧紧去咬，要紧紧的叼住中国政府扔出来的各种飞盘。墙外边的事儿，那老胡呢就必须每天呢都要去咬美国。胡锡进他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大家呢肯定都明白。第一，他呢还是主张呢。 中国呢，要继续不择手段去抄美国在科技先进这方面的作业，在这儿主要呢就是要抄这个美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方面的作业。所以呢，在这儿呢，狗哥就纳闷了啊，就是中国最广大的粉红们，他们最喜欢骂的一点就是他们会骂很多国家呢是偷国、啊、中国的粉红们骂其他国家是偷国，真的是怎么有脸能骂出来？第二，胡锡进他要表达的意思。 也是这个中国反红这个级别的，他们在科技方面的一个普遍的认知啊，就是说，虽然中国在这个科技创新这方面可能是不行啊，可能是比不上美国，但是呢，中国在这个科技的实际应用这方面呢，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牛叉，完全可以反超美国。这个意思呢，就是中国在这个出题啊，在做题这方面不行，但是呢，中国在这个抄作业。 在抄完作业以后啊，去复印，去到处撒这个作业这方面的，会完爆美国。所以呢，胡锡进他表达的这个整体的意思啊，就是美国新出的这个 GPT 的 f o 这个可能确实呢是比较的牛叉，但是呢没关系，中国这边呢就等美国去开源，他只要一开源，一公开代码，那中国的这些个 AI 公司们马上呢就可以把这个呢抄到手，然后呢。 再过几个月，最多在一年之内，中国的公司们就可以发布一个类似的东西，再然后马上这些个类似的东西呢，就可以大规模的装在中国的这个国产手机上，就可以装在中国的这个小米汽车上啊，等等这些个平台，就可以大规模的应用了。所以呢，中国在这方面还是会赢。这个呢，就是中国 AI 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主要的路子，其实呢，就是毫无创新能力。 只会坐等美国公司开源，然后呢，中国公司呢去抄作业，再然后啊，中国呢进行这个所谓的大规模的实际的应用。但是现在呢，人家这个美国公司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傻了。关注这方面新闻的网友们都会知道，就像这个 OpenAI 公司，它的上一代的产品 GPT-4，其实呢就已经是选择不开源了。它的公司负责人表示。 他现在选择不开源，主要呢就是出于这个竞争方面的考虑。其实人家把这个话呢已经是说得很明白了啊，就是人家这个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成果，现在呢不愿意让外界完全无底线呢去抄作业了。所以呢，已经是习惯抄美国作业的中国的 AI 公司们、中国的科技公司们，在现在还有以后怎么办？还能去抄谁的作业？当然了，狗哥呢也知道啊，就是这些个。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他们开源啊，他们不开源，这个呢，可能对他们自己的发展来说呢，也是有利有弊，也是这个双刃剑的效果。开源有开源的好处，不开源也有不开源的好处。但是呢，开源或者不开源呢，也都可能呢会有这种不利的影响。但是呢，狗哥呢可以肯定啊，对于中国墙里边的那些个所谓的 AI 公司们来说。 美国的公司们如果选择不开源，这个呢对中国公司来说呢，绝对就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事儿。这个呢就是美国公司呢不讲武德啊，中国公司呢就没法儿抄作业了。前两天《中国强》里边狗哥比较看重的一位媒体人叫赵和娟，他是刚谈了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方面跟美国的实际差距。狗哥认为呢，很值得跟大家呢分享一下。为什么狗哥会比较认可这个赵和娟？他在 AI 人工智能领域的。 这些个认知，第一，赵和娟本人，他呢是一个比较有操守，也比较专业的中国的这个媒体人。第二，赵和娟他创办的媒体叫钛媒体，这个媒体呢是最近十年来一直主要关注中国墙里边这个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其中呢也包括这个 AI 人工智能领域，所以呢，狗认为他们的看法呢比较靠谱。赵和娟他在这方面的最新的看法，第一，中国有很多人认为。 中国跟美国在 AI 技术这方面的差距只有一到两年的时间啊，持这种看法呢，肯定其中呢也包括这个刚才说的啊胡锡进，但是呢赵和娟他认为中国跟美国这方面的差距至少有十年，这个呢主要呢是因为中国在这个 AI 整体生态这方面的落后。第二，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呢是这个全宇宙最大的 AI 专利生产国和。 AI 人才市场，所以呢，中国的这个 AI 实力呢，就可以去比肩美国，甚至超越美国。赵和娟认为，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呢，也都是虚火。第三，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的这个 AI 发展暂时落后于美国，主要是因为呢，美国不给中国提供这个先进的芯片，导致中国的这个算力卡脖子。但是赵和娟认为，芯片和算力呢，固然是很重要。 但是中国的这个 AI 发展不行，更缺的是底层模型的创新能力，还有更重要的墙里边训练模型的这个数据啊可靠性也不行。第四是关于这个大模型的开源还有闭源的问题，这个呢就不再详细说了啊。第五就是针对胡锡进那种小粉红级别的认知，说虽然在这个 AI 的创新能力这方面中国可能是不行，但是呢在 AI 的这个实际应用这一方面，中国呢可以碾压美国。 赵和娟认为，从长期来看，这方面中国呢，它可能会有机会。但是呢，在短期来看，即便是在这个 AI 的实际应用这方面，要想碾压美国，中国呢没机会。这个呢是非常深度关注中美两国 AI 发展的一位中国的靠谱媒体人，他对两国在 AI 这个领域的差距，他有了最新的一系列的认知。这些个认知，我自个儿呢都是很赞同和认可的。一句话。 在 AI 研究和创新这一方面，中国跟美国的这个差距呢，在十年以上。如果说在将来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他们都选择这个技术不开源，那中国在这方面的差距呢，还会进一步的拉大。在 AI 技术的这个实际应用这方面，中国墙里边呢，也基本上都是虚火，缺乏真正的可靠性，也不会有真正的创新。狗哥在以前聊过，中国墙里边这个 AI 啊，它最重点的发展方向。 是用在中国政府对所有中国人搞这个大规模监控、搞数字监狱这方面这个呢就能够从根本上决定啊，中国这个 AI 它是绝对没有办法跟美国呢去竞争的。大家来看一个最新的情况：一人一档，中国上海徐汇区升级 AI 监控系统，那是白纸运动的发祥地，数字监狱已经建成。 这个事儿的详细的情况是，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监控的这么一个机构，它是获得了一份上海市徐汇区官方的招标文件，文件就显示，上海市中心的这个徐汇区的政府正在进行大规模监控能力的扩大升级，当地安装的这个面部识别摄像头的数量呢要增加两倍，同时配套的这个数据处理、分析、存储能力也都会成倍的增加，他们的目标呢。 是可以对五千多万人次的日常活动和行为呢，都建立档案，进行海量的数据挖掘。文件显示说，这个系统呢是在二零二四年的五月十号完工，所以呢，上海徐汇区的这个东西呢，它应该现在啊已经是建成了。这个工程它的招标的价格呢是三千一百万的毛币，目标人群是一百一十万的人口啊，这个呢就是上海徐汇区。 他所有的常住人口说呢，强调一人一个档案文件的这个模式，他要构建每位居民实时的，还有过去的旅行、社交关系、活动，还有其他综合信息的详细档案。根据这些数据，当局呢就可以用这个 AI 去分析和审查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模式，检测偏差并触发潜在事件的预警。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中国是 AI 它实际应用的这个？ 非常非常牛叉之处，按照这个文件，上海官府他现在呢已经是有能力给徐汇区的每个居民都建立一个数字档案，这个档案里面呢会有每个居民他每天的活动、每天社交关系的所有的信息，然后呢党国用 AI 技术呢去分析这些数据，就可以呢自动去判断这个居民呢是不是会对这个所谓的社会稳定、啊、甚至说是不是会对党国安危。 造成麻烦，构成威胁，这个呢就是中国这个集权体制，它维稳的极致了啊！这个呢就是真实的数字监狱，在墙里边已经是建成。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啊！拜拜。